大家好，我是音乐剧制作人王海啸，也是这次蓝波中文版的出品人。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是呢，其实在韩国已经待了十年了。那么这十年当中，一直在从事音乐剧相关的领域的工作，然后一直到近年来开始做制作人，所以其实跟韩国的合作就一直没有断过。所以从之前的作品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跟韩国做了非常多的深入的合作啊，所以这次蓝波的合作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合作的最深入的一部作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起做这部蓝波作品的一个契机。其实我觉得特别是两个国家的这种团队的合作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认为最困难的可能是双方的一个信任感啊，这个信任感可能取决于双方对对方的一个不了解啊，相互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不对称啊。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之前做过的很多的项目当中已经得到了很多的磨合。所以不管是跟韩国的团队合作，还是跟韩国的这个不管是制作团队还是创作团队的合作，其实在我们这儿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会尽量的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摩擦，然后去把这个我们需要共同做好的部分做好。那这也是这次蓝波的这个项目可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前提吧。我们之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准备。首先中国的演员到韩国去培训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们第一个做的，在之前也有就是大型的制作公司把很多的演员签约演员带到韩国去培训。那我认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韩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管是培训系统还是市场的这个系统都比中国要提前一些，都要成熟一些。所以大家去韩国学习其实已经是演员当中的一个功课了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和之前有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不仅是去韩国做一个培训而已，而是我们把整个的排练过程放到了韩国。我觉得这么考虑当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这次我们有韩国的两个制作共同制作方Live 公司和 Double K 公司非常好的这个协作，所以我们在韩国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去跟韩国的主创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演员可以多看一看韩国的现在的音乐剧市场是怎样的。其实这次我们的这个在上海演出的这个四位演员当中，有三位演员都几乎有三位演员都对韩国的音乐剧没有那么多的了解，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些演员们可以到韩国去看一看一个更加成熟的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更加成熟的演员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个不仅是在技术上面给他们做很多的提升，也在潜移默化当中我希望对他们进行一些影响啊。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次所有蓝波的演员回到上海的舞台上会呈现给大家一个跟以前他们没去韩国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效果大家到剧院来看了以后就会知道，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其实到现在已经非常的平静了，因为这个蓝波这个作品从两年前我们开始讨论这个作品一直到现在整个的一个开发过程，我觉得都按照我们的计划一步一步在进行。特别是Live 公司的姜敏元代表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花了非常多的精力，然后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它当做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演出在企划啊。虽然它是一部小剧场的作品啊，我们在首尔的演出是在一部小剧场是在一个小剧场，在上海的演出是在一个中剧场，我们也期待说我们在以后在更大的舞台上进行演出，也期待说我们走出这个亚洲，今后可以在这个美国、英国或者法国的舞台上
呈现我们这个版本的蓝波。这也是音乐剧这个题材，我们在亚洲这么二三十年的这个发展当中，我们积累的这些东西，我们反输出到欧美市场，我觉得通过蓝波这个项目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蓝波这个作品不仅会有韩文版、中文版，今后一定还会有日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其实我一直在说韩国的音乐剧市场是最值得我们华人学习的一个市场，原因在于说它已经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的过程，所以它有很多现成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教材性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现在急需我们华人去研究去学习的一个领域。那我觉得在这么多年，特别是近几年在韩国，我主要做的一个工作是进行音乐剧作品的孵化。那么蓝波也是我参与到韩国的这个孵化项目当中的一个项目。那么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对于音乐剧创作的经验，这些经验恰恰是我们华人这个华人最需要的一些经验。我特别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把这样的经验通过作品的方式来分享给我们这个华人圈从事音乐剧的这些同仁们。我们明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孵化计划会在上海进行，所以期待这个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跟韩国现在孵化出来的作品一样得到亚洲观众的认可，甚至得到世界观众的认可。因为现在我们在做的很多的孵化项目会有一些基本上现在我们做的很多的孵化项目基本上会以这个华人圈的我们的创作者为主，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很多国外的非常有经验的创作者的参与和帮助，所以这个可能是又是一个以华人创作者为主由国外创作者进行协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孵化项目。一定会的，因为蓝波这个作品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品，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一定会有持续的演出，所以今年就是没有机会看到蓝波的朋友们，希望你们明年我们也会在这个中国的大城市以及一些巡演的舞台上，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蓝波这个作品。